在一点钟之后再丢丢人气票，好不好？今天开场先来个梦醒时分送给你们，来一起对着屏幕敲一敲，点点赞喽！头像好深邃哦，充满了神秘感。声音不对头，还是人的声音不对头？哪哪都不太对。你这在哪天就黑了？我这是……你猜？古筝好像没有声音，我听一下哈。不应该啊，都有啊，都有，都有的，宝贝们，有的，有的，嗯，有的，有的，有的。欢迎蓝色巨婴曲雪，感谢我们路灯专家，你好 ，Hello。路灯，你有什么爱听的歌曲有吗？好，先来，这个是一首《梦醒时分》送给大家。路灯，你有什么想听的歌曲？您飘粉跟我说哈。感谢我们初雨续费的月度会员，欢迎十年，欢迎林芳哥，谢谢我们林芳哥。马儿点了个梅花泪呀，喜欢听梅花泪的公屏扣波九。刚开播，我们先一起帮忙点点赞。再来一首《为你祈祷》送给大家，来。喜欢听梅花泪的公屏扣波九，好久没有杀到你了，又杀到了，我们的缘分又回来了。谢谢命运五三六，这么多喜欢听梅花泪的，那咱们弹上几首对接曲，就给大家弹梅花泪，好不好？先点点赞。
圈圈圈歌了啊，兄弟们！我转个调，转个调，来吧。他还有一个名叫什么《风中的承诺》哈，圈圈曲歌。今天脸好白，还有点蓝。路灯，您别客气，路灯。欢迎路过，谢谢你们宣言，感谢英姐，谢谢大家灯牌。谢谢路灯，感谢路灯。今天是个蓝精灵，兄弟们，我是一只蓝精灵，蓝精灵，蓝精灵。欢迎余生，感谢路灯，好一首《圈圈雀歌》送给大家。欢迎夏晨，猪八戒取婉晴，为什么？再来一首《听心》送给你们，来，得亏不是颜值主播，要不然啪叽，哎呦妈，直接完了。最近这个抖音我真的是很无奈，我调不好了，兄弟们。还没有，你以为我不会唱？什么？再来一首《听心》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感谢我们路灯。路灯大哥第一天来到直播间啊，刚加入团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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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，尽管跟我说哈。谢谢我们初雨，感谢我们跳跳，谢谢我们三六。
晚上的哥姐们有什么爱听的歌曲跟我说，还有咱们会员的家人们，还有加过团的战的家人们，还有新来的朋友们，有什么爱听的歌曲都可以打在公屏上。我来怎么没有看到？可能我人比较小。灯光我调不好，谢谢情深哥。
一首浪子的心情，闽南语的歌曲送给大家。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国乐古筝的直播间，我是你们的小骑士夏晚清。有爱听流行古筝或者 DJ 古筝的朋友们，可以点点左上角的红色关注，大家有什么爱听的歌曲都可以打在公屏上。还有一个点歌，等你等了那么久，来吧，欢迎风眼哥，你好。谢谢我们琴声哥哥，欢迎所有的朋友们，谢谢大家帮忙点赞。哇，16万赞了，今天这么快吗？这么快吗？我们再对着屏幕点一点，点点赞，冲冲20万！谢谢兄弟们的人气票，欢迎无悔。哎，感谢我们507，谢谢507。这也是新来的一个哥哥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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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雷猴啊！欢迎507。等了那么久，送给大家，谢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，感谢。哎呦我的妈！生气是什么样子？你等我4个月就能吵架了。等我4个月，现在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。每天来直播间看我，每一场都不能落，登上4个月，指定能看上一次。你够了，真的真的，他们有统计过的，看我一年能发火3次。谢谢我们507，感谢我们507。感谢我们新鲜续费的阅读会员。
续四个月是多少集了？速度快的话可以到16了，差不多。感谢孤岛。就跟玩似的，玩起来，玩起来！谢谢我们天天快乐，感谢我们清晨，欢迎没入秋水，胖了，谢谢夸奖。这两天的晚上的米线没有白吃，感谢我们路灯，谢谢我们路灯，谢谢大亮，感谢大亮。今天的人气票是不是都不能分享了？嗯，有位宝子说今天怎么没有看到分享？好像他们说今天都不能分享了哦。来，再来一首《狂浪》送给大家。对，深夜12点，吃一碗米线。哎呦妈！为了长胖一点点。能吗？还能分享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再先分享一下。不能分享的就不分享了，点点赞。首歌吧，我这几天还不行，宝贝，这几天不能唱歌。涂一个口红，感觉嘴巴好苍白呀、啊。哎呦妈！我太可怜了，这个光，我太可怜了。哦，这几天不太可以，怎么了？发动一下你那个咕哩哩哩哩的脑袋瓜。咋了？不能唱歌？没吃饭吗？对，没吃饭。啊，一首《狂浪》送给你们。对，这几天没有饭吃。谢谢我们欣欣，感谢欣欣，欢迎山安康。谢谢我们新朋友的关注，感谢关注。欢迎小天，来，再给你们来一首《护花使者》，好不好？送给大家。
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们，喜欢听流行古筝的可以点点左上角的黄色关注，黄色关注，黄色关注，还有黄色灯牌，拜拜，护花使者。能做这么久也不容易的，路灯，你是说我直播这么久，还是说我一场弹琴做了这么久？欢迎苍茫，谢谢大家帮忙点赞，感谢，谢谢新朋友的关注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马上300,000赞了，美女你好，你太漂亮了，你的琴弹得很好听。谢谢善良的你，夸我这个绿莹莹的、蓝哇哇的、漂亮，那都是你太善良了。欢迎小山子，喝水喝水。好的，随心，这是哪里？过几天应该能去，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本人。一周之后，我就要去户外了，大约一周之后。到时候我会发一个作品给大家通知一下具体的位置，作品里面带有定位，你们可以跟着定位。好不好？欢迎大家来现场。快瑞晨被感动了，说话这么柔。有吗？有吗？没画饼，没画饼，真的真的，知道了知道了。嗯，好。没有画饼，没有画饼，真的真的真的。嗯，到时候我给你们发定位。分享。嗯，初雨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，到时候给你们来个意想不到的啊！好，护花使者送给你们。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可以打在公屏上，欢迎我们 KK 哥。又给你发币。真的发位置，发位置，嗯。发在作品位置，对，不在以前的地方了，会有个新的。会给你们一点新鲜感。
同学，你每天都会带给我新鲜感，让我一天比一天爱。就比如昨天是黄不拉几的情儿，今天是蓝不拉几的情儿，接下来是绿不拉几的情儿，每天都不一样。谢谢我们向晨，感谢向晨。把免费的人气票送一送，昨天打过了，今天不打，兄弟们休息一下，一直打的话我怕你们累得慌、没事，媳妇总要见公婆。你在说啥？我他哎呦说啥嘞？来太想念情深哥，你换号了是不是？来个柔情的太想念，咱们喜欢听太想念的公屏扣波球。欢迎金叶思，哦那就省钻了。哎呦我的妈，今天大家可以送带特效的礼物了，打人机票的时候都没有特效。我知道你们那颗心，哎呀我理解我懂，今天你们可以亲我了。哎呦我的妈，就不用只能送人机票了，还可以捏捏小脸了。哎呦我的妈，来吧，一首太想念送给你们。你留着明天打人去。感谢路灯，谢谢路灯。有一位新朋友说看了你的素颜照好怕，宝贝你可以把你的素颜照发出来，我们9272的承受能力很强，都不会怕。我们可能还会去给你点点赞，帮你加加油。在睡袋配上一句我们善良的话语，你真好看。我们是一群内心强大的人。
所有927的宝贝们都一起经历了好多好多好多，快五年了，还是那么喜欢这首歌呀。这句话让那个谁听到，让那个彭中小姐姐听到，哎呦你妈，你这个作品下面给他留个言，哎呦你妈，你说当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，默默的默默的喜欢了五年，正儿你知道吗？哎呦你妈，感谢我们巧巧的人气票，谢谢巧。今天的人气榜好低呀、啊，那咱们冲个前十，占占推荐位啥的哈。哎呦我的妈！免费的人气票丢一丢，大家把免费的人气票丢一丢。好，一首《太想念》送给你们。感谢我们路灯，谢谢路灯。路灯，你还有什么喜欢听的歌？你跟我说哈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再弹一个这个吧，我感觉你也能喜欢听《笑看风云》，跟《千千阙歌》是差不多风格的感觉，然后再来一首《笑看风云》送给大家，好不好？美女好漂亮，谢谢善良的你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欢迎该死的诱惑，把免费的人气票都丢一丢，兄弟们，欢迎陌生人。嗯，行，来吧，欢迎春来。来了就喜欢听老歌，嗯，我也是，我现在，五十来岁的，我也是比较喜欢听老歌。像我十来岁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听，喜欢听那种，我是一只小精灵，小精灵。现在我就喜欢听《渴望》。开心心不饥寒，为今天欢笑唱首歌，愿胸襟吸收新的快乐，在晚风中敞开心色，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，平安喜乐。你好加油猪猪，谢谢你的夸奖。哎呦我的妈，每当我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摸着我浑身的骨头，自己都被自己硌得慌的时候，你们一说我胖，我就觉得哇真开心。哎呦我的妈，看来晚上的增肥是有用的。谢谢小猪猪，
说到你也是哦。OK。哎呦我的妈！随着现代社会的审美，越来越那个啥，我觉得胖点挺好。哎呦我的妈！都是排骨啊，多一丝肉都没有啊，兄弟们。我最近在增肥，我已经开始增肥了，我怕我瘦成把自己都吓到的样子。我觉得胖点挺好的，虽然上镜可能会你们会觉得胖怎么样，但是健康啊，兄弟们，真的健康。当你很瘦的时候，那个人整个人是飘忽的。人说这个人有点飘，为什么？太瘦了。谢谢我们 K 胖胖点赞，感谢我们 K。胖嘟嘟好看，胖点真的很好，对，稍微珠圆玉润点。咱不说胖成，不说胖的五大三粗，咱就稍微圆润一点，挺好的，肉肉的，挺好的，真的挺好的。不要太瘦了，不要再瘦了。我最担心的就是晴儿出去怕风被刮跑了。那倒不至于，就是能被风吹着跑。风大点的时候你就往前跑。哎呦我的妈。胖嘟嘟的可爱，我希望你们都肉肉一点，稍微多吃一点，不要太瘦了，真的姐妹们不要太瘦了。笑看风云送给大家，咱们再来一首什么歌嘞？敢问路在何方好不好？别贪吃找借口，其实我不爱吃东西，真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不怎么爱吃东西，就。哎呦我的妈！来吧，敢问路在何方？我们对着屏幕在一起点点赞喽，冲40万赞！这俩字不认识，宣宝电闪。哎呦我的妈！感谢我们新朋友的关注，谢谢这位宝贝的1314。哎呦我的妈！这是谁改的名？十五级真爱还是个名。这个红豆豆好看，这叫鹤子裙，宝宝这个叫鹤子裙。哎呦我的妈！谢谢我们灵儿，感谢灵儿。那咱们来跳舞。我猜着好像是，因为就你喜欢起这种名字。
切切，欢迎米发帝君。谢谢遨游，欢迎雨中情，欢迎安若，谢谢永远，感谢永远，准备好了吗？切送你们坏心情，预备走。谢谢大家，切切，让所有的烦恼不开心通通都走掉，开心最重要啦。今天状态太好了，我喜欢你呀。哦，那可以让我也喜欢一下你吗？那可不可以让我也喜欢一下你？来看看我爱人，你好，帝君 ，Hello， 欢迎我们林峰，谢谢我们琳琳，感谢我们琳琳，琳琳我直接从第二段弹了，琳琳呼呼追呼呼追，哎这个歌词怎么好像不太追得上，呼呼跑呼呼跑，嗯，直播好嗨哦，关注加团友，点点关注哟，还有一个宝说，我就喜欢听。我不喜欢点关注，我每天就来听，我就不关注。没关系，关注的目的是为了让你们找到我，只要你能找到我了，关不关注我真的无所谓。为了让你找着回家的路，怕你走丢，嗯，只要你能找着，没关系的，啊、嗯，好吧。欢迎语言加风雨。好想知道你穿的鞋是什么样的，嗯，我看看啊，点赞了50万，我让你们看看我的今天的鞋子。点赞了50万，我跟你展示一下我今天的漂亮的鞋子。我歌词是在等你，欢迎黄叔，来再来一首《想你的时候》，问月亮送给大家。谢谢兄弟们帮忙点赞。Thank you.
首老歌。欢迎天宇，欢迎所有孙家团的家人们，大家中午好。多刷刷屏，回娘家。哎，刚好在调，哎，我转个调就可以了。来吧，谢谢我们跳跳。
现在公屏还没有出现一个正确答案，一会儿我们猜对的享有一个指定点歌权，好不好？哎呦你妈！一会儿猜对答案的，我们享有一个指定点歌权，就是你说啥咱们就听啥，不会的，整个直播间的朋友们陪着你一起听。四十码大脚丫要问世了，快来看呀！我们再点点赞，到500,000的时候公布答案。目前还没有一个对的，大家都可以再猜一猜。啊，目前还没有一个对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一共三个问题哈，第一是古装鞋还是现代鞋，第二是高跟鞋还是平底鞋，第三是什么颜色的鞋。来，再给你们弹一首什么呢？再给大家弹上一首，月老掉馅吧，好不好？送给你们来，这首好久没弹了。西安吗？对，我在西安。大美仙，欢迎您，欢迎994。我有看到一个正确答案了。齐果果，欢迎所有的小耳朵，44万赞了，还有6万赞，我们就50万赞了。谢谢我们小糊涂帮忙点赞，感谢我们凡夫谢招募帮忙点赞，大家在一起对着屏幕敲一敲，点点赞了，冲一冲50万赞，加油！好一首《月老掉馅儿》送给你们，欢迎楚河汉界，欢迎守候哥，下午好，守候哥。好，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，大家都可以刷在公屏上面。谢谢杨涛，谢谢我们善良的小哥哥。哎、不好听的话都会说，好听的话确实特别的考验一个人的修养。哎呦我的妈！谢谢你们的夸奖。
谢谢你们。哎呦我的妈！再给你弹一个《我从草原来》，来送给你们。曲中人，没问题。欢迎玲珑。那下一首来个曲中人，愿你荷塘月色。好的。你为什么总是笑嘻嘻的？人说伸手不打笑脸人，为了被打，不是为了不被打，所以保持微笑是个比较好的事情。因为我经常播户外，观众离得比较近，我要是天天凶了吧唧的话，一个看不惯把我一顿胖揍怎么办？这是为了自保。欢迎宝宝。对，谢谢朱君平安，美女好，谢谢快乐人生。这个造型让我想起了杨过与飞。谢谢大家的谬赞。嗯，你们看啊，现在是中午12:13:54，欢迎河南二通。欢迎所有的朋友们来到国乐古筝的直播间，我是里面的小琴师夏婉君，夏天的夏，晚上的晚，晴天的晴。有喜欢听流行古筝或者 DJ 古筝呢，我们点点左上角的红色关注，觉得好听的帮忙对着屏幕点一点，帮忙点一点赞哦。欢迎欢欢，你好如也，这个名字特别的，哎呦我的妈，应该说人生如茶，
下一句你懂。哎呦我的妈！尝试，抱着一个平稳的心态，欢迎虎虎生威，欢迎伤会慢慢愈合。谢谢了甜儿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，我们觉得好听的右下角的小心心帮忙留一下，心心榜单占一占榜。直接公布答案吧，还没到48.9，48.9了，马上50万了。我有预感一会儿要唱什么歌了。谢谢们初雨。欢迎柚子，感谢我们小诺宝贝，谢谢我们蓝天，49.9。哎呦我的妈！好，接下来马上揭晓答案了啊！好，今天晴儿穿的什么样的鞋子？为了防止作弊，我现在脚不动啊！我哎呦我的妈！好像只有一个答对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看到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赶紧再给埋起来！哎呦我的妈！只有初雨对了，他说是黄色的。只有初雨。哎呦我的妈！只有一个黄色的，哦，其他都说白色的、粉色的、哎呦我的妈，黑色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还带两个毛毛的耳朵。哎呦我的妈！还真是土。哎呦我的妈！好，初雨，你喜欢听什么歌呀？我也猜对了，场控没有不参，场控不参与。场控，你给把机会给他们吧，好不好？我猜对了，我没敢说出来，怕颜色不好看，怕猜错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跑。你看，我就说我猜到了，要西湖春。胡春，我今天给你弹一个吧，唱的都录过给了，然后我给你弹一个，感受一下西湖春弹出来是什么样子的，好吧？西湖春什么调来着？啊？还能记住吧？什么调来着？是降 B 吗？还是什么来着？一二三。B 降 B 饺子，哎呦我的妈，是降 B 哈，来 K 个歌，降 B 一二三四，升四个。饺子所有的歌都是低调，所有都是低调。第一次见穿兔兔拖鞋的仙女。
感谢我们初雨。哎呦我的妈 ！I love you too. I love you. 哎呦我的妈！我在上班，妹妹在歌，没时间陪你。好的哥，你忙你的歌。就是。哎呦我的妈！谢谢大家帮忙点赞，我们来，我53万赞了，兄弟们，帅帅的。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！哎呦我的妈！欢迎功夫熊猫，我的老腰有点疼，兄弟们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好想早退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今天可以申请早退吗？啊，兄弟们！哎呦我的妈！这是特殊时期格外疼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没有？还有没有想听的歌曲？给打在公屏的啊！这么……这劈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这格外的疼，我对我太好了吧？你们都真的对我太好了。然后再给你们弹个欢庆，好吧？再给你们弹个欢庆，然后咱们今天早退一天，啊？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好吧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那咱们冲个60万点赞行不行？欢迎明明。好宠啊，宝宝们！谢谢我们孤独的狼，感谢孤独的狼，谢谢我们新朋友的关注，感谢关注。转掉了，我是等他转回来才能弹。古筝就这个局限性不好。回来看到七星子了，是幻觉吗？七星子，是你来了吗？七星子，好听的音乐带给人美的享受，谢谢谢谢我们天空兄弟们，这是不是我第一次早退啊？哦，真的真的真的，在哦在哦在哦，
56.36万赞啦！哦，对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领着点赞大队走来了。欢迎我们长江哥，谢谢我亲儿的星星，感谢亲儿，感谢疾风，谢谢无语。对，本来今天想请假的，我实在不好意思请假，虽然身体很不舒服，但是我前天刚请完假。所以我就又上来了。想你们，所以又来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，谢谢大家帮我点赞，57了，咱们再帮到这个屏幕敲一敲，冲到60。那我今天就提前下播播啦。哎呀，这个感觉有点像。有点像逃学，从来没有过，怎么好像有点逃学的感觉，好像，确定是你们批准的啊，不是我逃的，你们批准了是吧？我再确认一下，因为我感觉我在逃课。今天不来免费票半夜就白做了，半夜都把免费票都做完了。别了。好嘞。好。感觉舒服多了。上周出远门受凉了，我这两天也肚子疼，下楼送孩子去了。好，提前放学。谢谢各位老师们给下课，感谢校长们，今天不来我白吃去抢了。哦，大家背包的抢到的红包福袋啊，就可以丢一丢了，休息。好的，还有姐姐。58.8万了，咱们凑个整下播播。欢迎天秤，这来送我下播了，真是来送我下播了。你串门了，什么情况？总是不按套路出牌。我的亲密度不要忙。今天老师批准提前下课了，天秤。今天老师们说就是提前放学了。我没有逃课。自古多情空余恨，天平三面天秤。不念平挑会的你，他真的念天秤。你称东西的那个秤都跟平不是一个字儿。上了一节课就跑了。等我下线做任务，等我做下任务。好的，是的，对，真的唱。我之前也念错了，我念天平，后来我知道不是天平。欢迎泰烧，谢谢我们水瓶，感谢水瓶。好消息，好了，初一宝宝。我一会儿下播再瞅瞅这个绿哇哇的、蓝哇哇的、绿哇哇的、白不拉几的这个颜色是怎么回事。
这三个水平，要不你送着我来调一下那个时候试一下。你做着任务啊。Peste șori să nu tacă, le-am turnat și lor o leacă. Numai rațele din curte mute au fost și-au rămas mute. Nu știu ce-o să fie mine, dar nu l-am făcut de tine. ISO. Cum să vedem, măi Costi, că sigur n-a fost apă în sticlă. Ce-o fi fost acolo? Copaci, neptunia, copaci, neptunia, lumea toate încântate de sticluța fermecată. Copaci, hai că-i bună, copaci, nu e glumă. În dimineață toată lumea cântă numai zunia, zunia. Cântă numai zunia, zunia. Oh, ciao, ciao, ciao. Zunia, zunia, copa, toată lumea, lumea toată încântată de pisica talentată. Copa, hai că-i bună, copa, nu-i o glumă, toți îl gata pe costică să le mai aduc o sticlă. Copa, zunia, zunia, copa, toată lumea, lumea toată încântată de sticluța fermecată. Copa, hai că-i bună, copa, nu-i o glumă, până dimineață toată lumea cântă numai zunia, zunia. Eu cu o sticlă, el cu o sticlă. Am udat cu mâna noastră florile de fereastră. Fereastră. Restul ce-o rămas în sticlă i-am turnat și lui pisică. Nu știu floarea ce-o să-i sunte, dar pisica da, mă cântă. Și noi cântăm cu dânsea, hop, eu bine, bine, suma.有变吗？马上还有两个哈，好像没有哈。在哪里呀、啊？Rațele din curte mute au fost și-au rămas mute. Nu știu ce-o să fie mâine, dar acum la toți e bine. Cum să vedem, măi Costi, că sigur n-a fost apă în sticlă. Dar ce-o fi fost acolo? Hoppa, zunia, zunia, hoppa.这个应该好了。
的，我在他那个，我在调那个光，这个对了吗？好了吗？对了。那我去按个确认，可是有点黄是吧？我放弃了，我弄不好，我弄不好。我天哪！行，你任务都做完了没有？我看我把美白调大一点，能不能好一点？哎呦妈呀！哎妈呀！哎妈呀！啥呀？缺乏营养面黄肌瘦，笑死我了！笑死我了！这他做完任务了是吧？双鱼座在呀，双鱼，就挺好。现在的循环，到这儿。更黄，五千，再看一下。白了一点嘛，还是黄不拉几。下班了，别调了，反正我们是黄种人。夏波波，夏波波，我再调，放学了，谢谢大家帮忙点赞赞，感谢所有的家人们，谢谢所有的兄弟们，谢谢。感谢我们榜上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笑起来了。我们明天见呀！啊，都送完了，好，谢谢龙城，感谢龙城，被调成半颗星。空中人到了地方，感谢王阿姨，谢谢我们星星，全程录。感谢我们初雨，谢谢我们跳跳，感谢小陈，谢谢我们一见姐，感谢我们倾城，谢谢我们蓝天。蓝飞天，谢谢我们一豪气风云，感谢凡夫界招募，谢谢我们用户365，谢谢我们射手座，感谢我们小七，谢谢我们贝米宠坏，感谢我们双子，谢谢我们朱阿姨，感谢我们双鱼，谢谢我们989，感谢我们曲奇，谢谢大宝，感谢晚秋，谢谢 ASD， 感谢陌生人，谢谢我们沉默时间，谢谢我们就是还没有想好，谢谢歌员，感谢我们冰蓝迟到早退，感谢我们山前叮咚，谢谢孤独的狼，谢谢西月，谢谢我们汪洋大海，还有加会员的吗？现在是不是99，就差一个就100了是吧？我们还可以开会员的，我们可以再开一开会员。明天中午12:40同一时间，我们不见不散啦！明天见，兄弟们，爱你们，拜拜。
王木兰接着下完球。